同的产业或者不同的这个场所哈，有不同的专责单位，但是最重要还是要防止各式各样的破口，尤其歌唱的这个部分哈。那尤其这则新闻，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说有这个可以陪唱的部分哦。那以目前的情况，应该是全部都属于停业的状态。当然，我们希望哈这个新闻是假的，或者是这个空穴来风哦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高这个120%的这个警觉哈。